两成你还嫌少啊？冲回笼。老板，哎，没锁，客官，把你最好看的锁都摆出来，都在这儿呢，您挑一个。好漂亮，真好看。嗯，哇，客官，买锁吗？嗯。要什么样子的？小点声。啊？样子不重要，最结实、最不容易坏的就行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越结实越好。行，要这个吧？哦，不不不。要这两个。好嘞。一块儿试，你慢走啊。嗯。